我刚买了一个冰棍，我来吃冰棍。咦，谁给我打电话呀？我去看一看。哎呀，骚扰电话！哎，我的冰棍怎么化了呀？哼，吃不到冰棍了。没事啊，我刚刚又买了一个果冻，我把它打开。哎，我来吃果冻。咦，好像我的快递忘拿了，我去拿个快递。哎呀，快递拿回来了。哎，我的果冻怎么没有了呀？上哪里去了？没事，我又买了一个面包，我来吃面包。咦，我肚子有点疼，我得先上个厕所。哎呀，我从厕所回来了，我面包咋又没了呢？咋回事呀？肯定有人在作怪，我得把它给找出来。哎呀，我又买了一个辣条，把它打开。